师傅，学习场多钱？200。200？能便宜不？能啊，你能给多少？20。20？啊？那行吧，去拉你一趟吧。你这也太痛快了，我是不是给高了？不高，我凑合拉你一趟嘛。这是正经车吗？是啊，我这肯定是正经车啊。太痛快了，我不敢坐，我走了。美女，咱再商量商量吧。咋商量啊？你再问我一遍。机场去不去啊？去啊。多钱？200。能便宜不？不能。嗯，这把不便宜了。对，一分都不便宜了。这才是正经车。哎呦我的妈！